我很怕娃娃闹成。你要手把红心在这里，要不要帮你按摩一下？我平常在打高尔夫球。按摩一下。八号准备。不准。我刚发十二分力了。你刚发太多实力了。红色还是蓝色？红色，蓝色 ，Go！ 幸运蓝。果然是最严谨的男人啊。婚姻是农民很重要的语句，请问是什么做的呢？你真的好时尚哦！不要让我们看，我有一天要穿这去逛街，真的。大吉总动员，大家来动员，好有活力的声音，是的，感觉到我们摄影棚都有回音了。对。哇，非常的有气势，很有精神。我们今天的同学呢，也是非常的有才华。嗯，而且有人一大早就出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。那时候我们都还在睡觉，对，他们上高铁，从南台湾来。对，真的非常感谢他们，好不好？先送他们两分。这么棒，有唱的。没有啊，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现在叫红队同学。红队是来自高雄的 J-Girl 舞团，热爱舞蹈的他们能否靠着十足的练舞默契成功将奖金带回家呢？今天有带来很厉害的舞蹈表演，要来表演给我们，对不对？听说超厉害，他们是109年热门舞蹈特优，是，然后咧还有譬如说就是校内舞蹈比赛特优等等，这些就是还有人的愿望是希望以后就是当舞蹈老师，对不对？哇，纯轩，你想当舞蹈老师啊？哇，你想当哪方面的？是街舞，街舞的。不会觉得当那种棒球啦啦队比较好吗？我前面好多人啊。他们也可以啊，他们如果厉害，他们那个学生都一大堆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很好。希望你们可以朝这条路发展。对，谢谢，感谢，开心哦。OK， 好，现在换我们蓝队同学。蓝队是来自新北的实践国小，从小就是忠实观众的他们，会研究出什么对策来获得今天的胜利呢？你们是谁说要来报名的？谁提议来报名？为什么会想要来报名嘞？啊，因为我哥哥跟姐姐都有，好可爱哦！哥哥姐姐我之前遇到一个是哥哥有来参加，有 OK， 所以那个时候来看的时候，就有一股很想要上来表演的欲望，对，然后一起玩游戏就对了。哦，所以现在有点美梦成真的感觉。对，那再上来的感觉是很高兴，还是有很紧张，还是很忐忑？就是有一点紧张。OK， 欢迎你们，玩得开心。国家大连线规则说明：两队各自在16宫格排列国家，赢得关卡拥有挑选国家权。最快连成一条线的队伍即可获得奖学金8000元。马上进行我们第一个关卡 ，Let's go！超级大力士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各派2名，轮流将塑胶罐中的30颗球倒入另一边空的塑胶罐中，最快完成的队伍获胜。超级大力士。OK， 我们的心灵姐姐上场了。OK， 准备好了没？好，请倒数。时候呢，我们的红队的同学就是两颗，他两颗其实在那很久，他就已经是明明要下去，在就是不下去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这个蓝队的时候，哇，原本领先，到最后心姐姐突然加速了，
你是不是抓到诀窍了？我蝴蝶袖开始晃起来，所以你是就大了。蝴蝶袖与那个哑铃是同，就是我其实动一个，其实蝴蝶袖大概掉动八个。哦，也是袖零合一，对对对对，袖零合一。Round two， 大力士燕君哥哥上场，同学们，请问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请倒数。Three, two。One, go! 我想让他知道，让他有点压力。我发现我这个关卡我从来没有赢过，哎，真的，我们创台以来没有赢过一次。真的还是假的？好可怕！还是你没有蝴蝶袖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就发现，其实边摇要边观察。我要回去好好的看一下我们这个关卡到底赢的人都怎么玩。你就要那么认真吗？对，我要用慢动作看他的手是不是有这样在转。你就要认这么认真的。我会看的，下次我就会赢了。好，加油！恭喜红队已经获得两胜了。我们看红标是哪一个国家 ？Let's go！先台红队大声告诉我，你要去哪一个国家？冰岛。冰岛很遥远的地方，冰岛在。他们会想去韩国。这里。那我们的蓝队冰岛在哪边呢？在哪边？哎呀，在这边。哎呀，冰岛。其地关都没有差异，都是三条线可以出发。是的，是的。好，马上进入我们下一关卡 ，Let's go。瞄准版红心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派出四名轮流进行，以下八张棋子射向红心，每人两次机会，分数总和较高的队伍获胜。瞄准版红心，新游戏。待会呢，我们用我们的弓，我们的弓就是我们的下巴。下巴。对，那我们的剑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棋子。哦。那如何玩呢？非常的简单，我们把剑呢压在这个弦上哦，然后呢，用下巴。对对对对，这边哪个区域都哪个区域都可以，然后呢就这样子移过去，就是这样子 ，OK。刚刚小 case， 他等一下会证实。我要保留实力。对哦。我怎么可以让红队知道我们的实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刚刚应该就是你的实力咯。没有，我刚刚只有发挥差不多六力而已。OK， 所以呢，等一下呢，我们总共有四棒，我跟心灵姐姐分，我们是第四棒，然后呢，每一棒呢都把分数总结起来，对，最多分数的人就获胜，对，然后一个人可以玩两次。OK， 第一棒是我们的红队的玉林，请就位，战士就位，发射准备 ，Ready Go。Over， 这算是拖把了。OK， 好，第二 round 战士就位，发射准备 ，Ready Go！ 二比较多，好，两分。好，紧接下来换我们蓝队的第一棒，请就位。来，蓝队第一棒已经准备好了，战士就位，发射准备 ，Ready Go！我觉得同学力道很厉害耶，他们好像第一发的时候都是在测试一下感觉，对对对，第二发就会往我们的红心走，抓感觉了。OK， 好，好，加油，战士就位，发射准备 ，Ready Go！ 啊，差一点点，刚刚太大力，现在卡住了。啊，目前二比零，谢谢，谢谢陈轩，红队第二棒 ，OK， 玉洁下巴要不要动一下？下巴，下巴，下巴运动一下，感应一下。
看会不会比较灵活。好的，战士就位，发射准备 ，Ready Go。战士就位，发射准备 ，Ready Go！ 哇，两分！我发现呢、啊，学舞蹈的人有个好处，怎么说？因为他其实可以蹲很低哦，对，他的腰很软，就蹲得很下面、哦，而且他们的那个律动，那个脖子非常有力，对，就这样就划过去了，对，对，就过去了、啊、所以他一个人就得了五分呢，哇，恭喜！蓝队第二棒有请，警员。慎行，谨言律己，谨言慎行。好的，战士就位，发射准备 ，Ready Go！ 哦呦，所以两分，两分，目前还落后五分。战士就位，发射准备 ，Ready Go！ 哦，再两分，恭喜四分，红队第三棒。不瞒您说啊，已经有夜市在给我们买这个版权。行，战士就位，发射准备 ，Ready Go！ 两分，再两分，战士就位，发射准备 ，Ready Go！ 再一点点，也不错，两分很厉害了。七分再加两分，目前九分，谢谢，谢谢。蓝队靠你了，战士就位，发射准备 ，Ready Go！ 哦，一分，一分，一分有压倒一分，一分，不错不错不错。第二发，战士就位，发射准备 ，Ready Go！ 哦，一分，两分，两分啊，没有一分呐、啊，那这一分对对对对对，两分，谢谢谢谢。谢少宇，我来看一下目前的红队总分是三四五六七八九分，九分，蓝队是六分，六分差三分而已哦，所以我们都是关键。好，红队的第四棒，我们帮金玲姐姐加油好不好？心灵加油，心灵加油，心灵心灵心灵加油加油，按摩一下按摩一下，要放松，按摩一下，我怕不礼貌，按摩一下按摩一下。OK OK， 战士就位。心灵姐姐 ，Ready Go！ 三分，三分，哇、wow, ！要让我们交叉好了。好，你一发我一发，五分五分呐、啊，五分，给大家看看你的实力好吗？五分是不是？你可以认真把实力拿出来吗？你帮我拿东西在那边挡一下好吧？我要不要帮你用遥控比较快？看这里，看这里。我怕我要玩绕针。瞄准吧，红心在这里，红心在这里哦。要不要帮你按摩一下？我平常在打高尔夫球。按摩一下，按摩一下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战士就位，发射准备 ，Ready Go！ 我怕过不去。加油，顶住，过眼去，不可能！晚一点点，你还好吗？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发射，加油，来喽！两分，两分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两分，我待会就五分了，我知道了。所以现在是，对不起，我数学很烂，八分对上十二。你只要零分、啊，我只要零分，你四分我们就 PK。对对对，我只要零分，你五分你就赢了。对，所以我们还有机会。来，战士就位，发射准备 ，Ready Go！ 哦，要六棒。三分。三分，三比较多，三比较多。十五分，十五分啊，十五分，你现在八分，你要七分。来比给我。郭以君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不要让游戏不好玩。我们这个五分，你如果到就七分，我们就 PK。你要问你的同学。同学，
他没有办法做到的啦，相信我。他如果做到的话，没关系，我有那个这一副奖学金给你们，好不好？气氛，游戏王，各位观众，孩子界的游戏王。虽然那个也年老色衰了，我真的不是，我真的没有。七七七幺，这里冠军看这里，这里这里。你手不要离开你手。球球就在这里哦，我就挡住就对，我手不要。加油，给冠军加油，燕军加油，燕军加油，燕军燕军燕军加油加油！各位观众，郭燕军正式就位，八个准备 ，Ready。太难了，也很厉害了，总比输蓝队十分，红队十五分。我感觉我很多功能都慢慢在退化了。你刚刚在这里的时候，你老实说，是不是有紧张？我很犹豫，我很犹豫，我很怕脱靶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好好玩了，真的，恭喜红队！好可爱的游戏，大家可以在家玩，而且也很安全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红队接下来去哪个国家呢？走，好。请问美女们，你们要去哪一个国家呢？大声说，法国。法国很浪漫的国家，拜拜。一号。哦，你们是走斜线的啊？对。我们的法国在哪边呢？我们的法国在这边。哦，开了另外一条路。嗯，感觉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没错。OK， 好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马上进下一关卡 ，Go。步步为营游戏规则说明，每队连同主持人共六位轮流进行踩箱子闯关，踩空者则换下一位，踩中实心箱子数目最多的队伍获胜。步步为营，每一步都很关键，每一步的一小步都是整个队伍的一大步。讲得好好哦，对，都是要不断要一直往前，但又要有勇气，对，而且要有记忆力。我们总共六个人，看谁可以走到最远。对对对，然后呢，我们等一下呢，每一步呢要走之前呢，都要先选择红色或是蓝色，嗯，然后呢，我们往前走，像以前是用走，现在是用跳的，哦，等于是要跳起来腾空之后，你要选择红色还是蓝色？红色，一定要那么高吗？对，没有错，没关系，要跳很高，就像我们中华队啦啦队一样，哦，那裤子快掉了，我觉得，好，红色第一棒请就位，今天准备是第三棒哦，是。OK， 请问红色还是蓝色？蓝色。Let's go， 跳。不注意哦，站稳，站稳哦。红色还是蓝色？蓝色。Go。还要注意哦。哎，有点不太敢跳喽，对不对？红色还是蓝色？红色。Go。啊！掌声。居然你三个蓝的也太过分了吧！没错，好，第二棒喽，红色还是蓝色？蓝色 ，Go。红色或蓝色？蓝色 ，Go。红色或蓝色？蓝色，红色。不要吓他。接下来要靠你自己喽，红色或者蓝色？蓝色 ，Go。啊！谢谢。现在目前第三棒呢，目前走到了第四格。欣欣姐姐，红色还是蓝色？蓝色。Go。Pass。红色或蓝色？我怕他其实是实心的，看我跳上去，他还是往下陷。如果这是实心的，但是又被踩踏的话呢，我们会有公平。对对对对对，不可以送分。对对对，红色或蓝色？蓝色。Go。好，红色或蓝色？蓝色。Go。红色或蓝色？哎呦，差点讲蓝色。红色。我们的规则变成是你讲什么就要走什么。红色啊，红色。接下来靠自己喽，一二三，第五格喽。红色还是蓝色？红色。Let's go。扶我一下。下一步非常的重要，红色或是蓝色，亲爱的，看着我的眼睛，你看不出来的。我在跟他对话，他完全没有任何破绽的。请问你里头有没有东西？他说有。好，所以你是蓝色。
蓝色，一二三 ，Go！ 好可怕哦 ！Go！好辛苦，好痛哦！他好扁哦，好扎实哦，他好扁，而且他刚刚还有，还有爆裂的感觉。好，第四棒喽，目前走到一二三四五六，第五格 ，OK， 红色还蓝色？蓝色 ，Go， 红蓝，蓝色 ，Go， 红蓝，蓝 ，Go， 红蓝，红 ，Go， 红蓝，红 ，Go。红、蓝、红 ，Go， 好，接下来是一二三四五六了，第七格了，红或蓝，蓝，我们有红啊，用跳的，蓝 ，Go， 哎呦，二四六七，然后接下来迈向第八步了，红或蓝，红 ，Go。第五棒，你要继续哦。红蓝蓝 ，Go 跳，红蓝跳，蓝龙红蓝蓝跳，红蓝红跳，红蓝红跳，红蓝红跳，红蓝蓝蓝跳，红蓝蓝跳。红或蓝，蓝 ，Go！ 啊！谢谢。二四六八九，最后一棒，目前走到第九格，最后一棒了，加油！伟君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对不起，这个念君还是念君？俊俊，伟俊 ，OK， 加油！红蓝蓝跳，红蓝蓝跳。红蓝蓝跳，红蓝红跳，红蓝红跳，红蓝红跳，红蓝蓝跳，红蓝蓝跳。好，接下来哦，红蓝红跳。好，接下来就靠自己了。红或蓝，红。用力往上跳哦 ，OK， Let's go， 二四六八十，第十了，红或蓝，蓝，用力跳 ，Let's go， 时间二四六八十，恭喜红队。时间走到了，时间很厉害，不错了，不错了，非常的厉害。我们时间发挥我们的实力啊！掌声鼓励！放蓝队了，上场！加油！步步为营，蓝队上场。刚刚红队呢走了十阶，对，蓝队，你们对自己的信心是？11级，就小赢就好，不贪心。听听你们的队长怎么说。我们想说不要，我想说我们大家就开心玩，不要受伤就好了。真的吗？有没有什么战略？走越远越好。怎么有自暴自弃的感觉？胜玉连胜玉，你有没有什么战略？断种，断种。有没有想要跟他对话或感受一下之类的？啊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好，请上台。大概看得出，大概看得出来。不过我觉得我第一个就会死掉。不会，你不会，你可以的。不用担心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很保守的，红色还是蓝色？红色 ，Go！ 好，第一局干嘛这么找第一局？就是这是梦吗？这不是梦。好，第二阶红色还是蓝色？红色 ，Go！ 不错不错不错，一阶阶段任务达成了。很好，可以打自己。好的开始，至少第一个，你看，我们已经顺利上美了，对不对？陈轩，来，红色还是蓝色？红色 ，Go。第二阶，红色还是蓝色？蓝色，很好。好，靠自己咯，红色还是蓝色？蓝色 ，Go。啊！燕君哥哥，红色还是蓝色？红色 ，Go。红色还是蓝色？蓝色 ，Go！ 很好。
我过去，我想认真问。是。前三棒是同学帮你走出来，你有什么好骄傲的？你为什么感觉像是那种，就是还能？因为没有看到我们的道具做的太好了，我刚刚都没有看到脚印，我都忘记第一个是红色还是蓝色。接下来，红色还是蓝色？我觉得我们今天非常 lucky 的是我们的声音，你觉得红色还是蓝色？红色。你红色？猜。你觉得红色是不是？应该吧。红色有。我乱猜的，我可能会这样。我们选红色。红色，确定 ？Go。真的有被气爆的感觉，你靠，你那个气就砰！啊，你也是要走出一条路了。我们一直都是在一起的，一二三，四格了，四格了。怎么不去呢？这一队唯一的女孩，加油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个红色还是蓝色？红色，红色，请走。红色还是蓝色？蓝色 ，Go， 请用跳的，跳的很好。红色还是蓝色？红色 ，Go， 请跳。红色还是蓝色？蓝色，很好 ，Go。紧接着靠自己了，红色还是蓝色？蓝色 ，Go。哎呦，厉害哦！紧接着红色还是蓝色？红色 ，Go。也不错，走出一条路，帮你们赢得。往前一接，好不好？严谨，六，严谨，请上。咱们两个，好，谨言，谨言慎行。谨言慎行。好，那红色还是蓝色？红色，红色，请走。接着，红色，蓝色，蓝色。好 ，Go。红色，蓝色，红色 ，Go。然后连续三。红色，蓝色，蓝色 ，Go。红色，蓝色，蓝色 ，Go。红色，蓝色，蓝色，很好。紧接着下一个，红色还是蓝色？红色 ，Go。很好，七格了。红色还是蓝色？红色 ，Go！ 八格加油！八格了。如果你一个人可以拼过十格，那就厉害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很好，红色还是蓝色？蓝色 ，Go！ 幸运来。果然是最严谨的男人呐、啊！而且他笑起来好可爱哦，他刚这个整个阿珍的镜头笑超可爱的。他一个人过了三格嘞，现在九格了。这个如果过了就跟红队拼，红色还是蓝色？红色 ，Go！ 没关系，你们同学拍的是两次，太厉害，太厉害了！他一人拍两格，很厉害哦。好，少宇，红色还是蓝色？红色 ，Go！红色还是蓝色？蓝色 ，Go！ 红色还是蓝色？红色 ，Go！ 红色还是蓝色？蓝色 ，Go！ 红色还是蓝色？蓝色 ，Go！ 红色还是蓝色？蓝色 ，Go！ 少宇，你律动好可爱哦。跳的，真的。因为他每一步在跳的过程中还有点恐惧，怕记错。他律动超可爱的。红色还是蓝色？红色 ，Go！ 红色还是蓝色？红色。红色还是蓝色？蓝色。很好，红色还是蓝色？蓝色。最关键的一阶，第十，第十一阶。对，第十一。哦，你如果踩下去是空的，我们就平手。嗯。如果踩下去是实心，全场欢呼。红色还是蓝色？红色。红色 ，Go！ 是我们的景言，很好，还有少宇，对不对？谢谢你们，恭喜！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蓝队去哪个国家？我们蓝队呢？
选的是哪一个国家？西班牙。西班牙，在这边。西班牙。好的。哎，西班牙在哪边呢？你们对的，西班牙其实也有一点帮助哦。不会。我们的西班牙在这个地方。虽然没有连成这条，但这条也走出这条路。呀 ，OK， 现在目前两队都差不多了，是差不多。OK， 接下来呢，我们的红队有带来非常精彩的舞蹈表演来送给我们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欢迎我们的红队。Okay. Red, white, diamonds in my bag. If you wanna sit down, stupid like that. My mom is so bad. Oh my god, then. Okay, I show you what's in my bag. Red, white, diamonds in my bag. If you wanna sit down, stupid like that. My mom is so bad. Oh my god, then. Okay, I show you what's in my bag. Uh-oh, you like my voice in the mud and more god damn. Uh-oh, I just like it. 자신붙어만은뭐니고싶어Talking vibe, sugar high, 맞춰봐라 모두 rock Rumble, rumble, da crumble yeah. 이 voice 는 drum 에도 no looks Not no no lovable, 우리 안 bumble 비그냥 훅 들어갈 뿐 난 이 one two I never had to go, AKA 자연덕 아차하부스다듬다쳐있건 not your bump I value my love, 그만두들겨 no 머리빈멍청이들과는오늘물이전혀달라 you know Ending pose 怎么可以头可以转那么后面？真的，我现在有一种落枕的感觉。哎，可以看出来他们真的是苦练，因为所有的动作要那么一致，其实不容易。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这里谢谢你们，谢谢丽与美。马上进入下一关卡 ，Let's go。超级金头脑游戏规则说明：根据题目回答问题，答对题数多的队伍获胜。超级金头脑。今天的金头脑有大咖要来出题，真的是大咖，而且大人小孩都很爱。这个大咖真的是我以前念书的时候，就为了放学赶快回家跟他玩。而且我念书的时候，好像有把他就是变成奖励，爸爸就是说如果考得好的话，就可以让我们跟他一起玩。哇，这个大咖就是我们的马里奥，超级马里奥兄弟，超级马里奥要来出题了，是。片底熟悉的音乐，马里奥来喽！哎呦，哦，这是电影吗？三 D 耶，马里奥电影哦！啊！哦 no！ 哦 no！ 哦 no！ OK。Not sure if you know who I am, but I'm about to rule the world. Together, we are going to. 哦，公主。蘑菇，好多蘑菇哦。Come on, I got this. No parabola. Oh, oh, wow. Yes. There's a lot of galaxies. They're all counting on us. Mario. No pressure. Pressure. Wahoo! 大家赶快去锁定。我们的马里奥的影片，我们要出什么题目呢？第一题，老师请出题。请问《超级马里奥兄弟》电影中第一个与马里奥对战是什么角色呢 ？A. 路易吉 ，B. 大金刚东奇刚 ，C. 奇诺比奥。哎呦，他们感觉像在一个罗马竞技场之类的地方在比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没错。来，好，好像用答案，一二三。红队答案是 B. 大金刚东奇刚，很有信心吗？有，你们有玩过马里奥吗？有有，是跟人家赛车那个赛车比赛的吗？有哦，赛车马里奥电影版一定要去看一下。好，我们这边男生答案也是 B， 确定？确定？确定？答案就是大金刚东奇刚，恭喜！而且马里奥往前走，他直接把他接住，对，接住压下去，砰砰砰砰，电影一定会非常精彩。对，好，第二题，老师请出题。
请问《超级马里奥兄弟》电影中谁要统治全世界呢？哎呦，照这个台词中有出现，没有选择题哦，不是选择题哦，简答题。刚刚台词中有提到两个字，给你们提示，两个字。Two words。数到三，请分答案板。一二三，哦，这答案是库巴，有看到这个对不对？哦，好，所以我们蓝队答案也是库巴。库巴答案就是，恭喜答对库巴，就是库巴。说到这个超级马里奥呢，2023年环球影业将推出《超级马里奥兄弟》的全新动画片，也就是《超级马里奥兄弟》的电影版。是，他所有的经典的人物啊，还有那个卡通人物，还有一些元素，对一些元素、一些背景，全部都会在我们的大荧幕里面看到。真的很可爱耶！而且我觉得这个电影很棒，大人小孩都迫不及待想要敲碗进去看电影，爸爸妈妈一起带小小朋友一起进电影院看电影吧！超级马里奥兄弟电影版，好期待。好的，哎，不错，大家对马里奥都非常熟悉，题目完全都答对。接下来是我们的国际的知识题喽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好 ，OK， 老师，第一题，老师请出题。在台湾，民国50年代前，蓑衣是农民很重要的雨具，请问是做什么做的呢 ？A. 素皮 ，B. 稻草 ，C. 麦梗。好的，蓑衣要出门。这个是那个啦，你现在好时尚哦。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哎，贵君，我发现你可能是脖子太大了，你就觉得人家这个是要穿到前面。脖子到太大这样的问题吗？太大。哎，这样重不重？我想问。不会，蛮轻的。蛮轻的，这个就是蓑衣，就是呢，我们呢早期的时候呢，农民很重要的雨具哦。没错。我只能让你们看，不能摸，因为怕你们摸就知道它是怎么做的。它是树皮做，还是稻草做，还是麦梗做的呢？坤君答应我，有一天如果你去砍成影展的话，麻烦你穿这样很时尚哎，真的很时髦哎。你真的很对，你走在很前面的你。不要怪我迷汤，我有一天会穿这去逛街，真的。好，数到三，请问。答案板一二三，红队答案是 B 麦草，为什么觉得是麦？稻草。稻草。上课有教。好的。这边答案是 C 麦梗，为什么觉得是麦梗？因为觉得稻草的颜色没有那么深，然后兽皮又不可能那个用兽。树皮不太可能是树皮。嗯，好，我们答案是什么呢？答案就是树皮。外面的家长全部都猜错了，而且重点是家长很高兴，很高兴，因为大家都学到了，对，算是树皮做的，它的原料是棕榈树皮耶，哦，棕榈树皮，对，它是棕榈树皮做的，因为呢它的那个纤维呢非常的坚韧，而且呢含油脂又防水，因为它含油脂，所以水就不容易粘在上面。那这个雨具呢穿在身上呢，劳动的时候会非常方便，所以蓑衣呢成为当时人们普遍的雨衣呀。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呢，或者是呢在走路的时候都离不开它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转身请华丽走，砍成影展的红茶观音郭彦均。你们学到了吧？再看看下一题。请问沙烏地阿拉伯会特别举办什么动物的选美比赛呢 ？A. 老鹰 ，B. 蜥蜴 ，C. 骆驼。哎呦，沙烏地阿拉伯什么动物会选美比赛？人会选美比赛，我知道狗也会。那狗狗都会这样走台步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那个狗狗尾巴拉起来，它还要站得很挺。对对对，然后还会有评分，而且很严格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你刚刚 pose 可以再做一次吗？这样子。屁股还这样。你好，贵宾狗还这样子。恭喜你又成名了。好，我们刷三，请上答案板，一二三。来，红队答案是 A 老鹰，为什么选老鹰？之前书上好像有看过，之前书上好像有看过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这边答案是骆驼。为什么觉得是骆驼？因为
感觉因为沙乌地阿拉伯就是比较沙漠地区，所以会骆驼，就是因为在沙漠要骑着骆驼，所以觉得应该骆驼应该是蛮重要的。骆驼是他们的交通工具啦，对，看他们驼峰是不是很漂亮，对，毛发是不是很整齐，睫毛也没有很长，所以他们那边的那个每一年的阿拉伯汽车大展就是展骆驼，交通工具不太一样嘛，对不对？答案是什么呢？答案就是恭喜骆驼，就是骆驼。在沙特阿拉伯这个首都呢，利雅得，它每年都会举办一年一度的骆驼选美大赛。是，而且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奖金高达6600万美元，折合台币20亿。根据这个骆驼的头部啊、颈部啊，还有那个驼峰啊、衣服和姿态来决定这个冠军到底是谁。那在这个中东地区呢，骆驼也代表着这个地位还有财富，因此呢，骆驼选美可以说是别具意义。但是呢，哎呀，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，因为呢，他们在2021年呢、啊，有发现有超过40只骆驼，是，他们被抓到有偷打肉毒杆菌，骆驼打肉毒，修唇、修皮，利用填充物改善驼那个骆驼的脸部的线。所以就被取猜参赛资格，所以骆驼也有医美就对了。对，但他们追求自然美，所以医美能不能来参加 ？OK， 恭喜答对了，就是骆驼。好，紧接下来下一题，老师你出题。蕾丝最早源于欧洲15世纪，请问最初的用途是 ：A. 装饰教会祭坛 ，B. 皇室地位象征 ，C. 战士祈福战袍。哦，蕾丝好漂亮哦，蕾丝非常美。是现在很多人会比如说放在衣服上啊，是婚纱，对啊，或者是那个桌子的摆饰啊等等之类的。嗯 ，OK， 最初的用途哦。好，数到三，请作答，一二三，请翻答案板。红队答案是 B， 皇室地位的象征。为什么觉得是这个答案？蕾丝比较珍贵哦，它比较珍贵，所以你就觉得它可能是皇室地位，就比较皇族的人可以用得到，做工比较细致，对，对不对？工艺感觉是蛮超前的感觉。对，好， okay， 好，这边答案是 A， 装饰教会祭坛。为什么觉得是这个答案？因为15世纪的时候是教会时代，教会的罗马教会的时代。哇，你其实他们的爸爸妈妈很不熟悉他们，因为这种人他们刚讲说，因为15世纪呢是这个他们的教会时代，爸爸妈妈说，哇，确定是你们的小孩吗？他们现在读到哪？其实我们都不大清楚，对不对？有点讶异，他们懂那么多，对不对？他们课外读物都读这些啊？答案是什么？答案就是答对了，装饰教会祭坛，这个蕾丝花边呢？刚开始是用来装饰教会祭坛的，因此呢，成为这个修道院中的手工艺啦，设计呢非常的精致非凡。之后呢，这个技术就开始流传到民间，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意大利呢，它就大量生产了以装饰衣物为目的的这个蕾丝啦。不过呢，当时依然是圣职者或者是王公贵族呢等，就是一大部分特权阶级的人士才可以穿戴的奢侈品。哦，恭喜你们！总共答对4题，红队答对2题，恭喜蓝队获胜。耶 ！OK， 我们来看蓝队今天要去哪一个国家呢？好，我们来看我们蓝队要去哪一个国家呢？纽西兰在这边。哎呀！错，大自然环境非常漂亮的纽西兰。至于我们的纽西兰在什么地方呢？也有一点点的帮助，在这个地方。下一关非常重要，如果下一关你们赢的话呢，你们也听牌了。嗯，对。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听牌了，我们这次呢，我们下一关呢，我们要守住。是。所以，但你们要全力以赴。是。OK， 接下来换你的下一关卡 ，Go。挑战101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各派2名，每人各叠5个箱子，接力将10个箱子叠高，不能倒塌，最快完成的队伍获胜。挑战101，哎呀，万丈高楼平地起。是的，待会呢，我们在盖101的时候呢，都一次都只能盖1楼，对，不可以说手上拿很多个那个楼层这样子叠上去。对，两队呢都派出最厉害的人手，很重要的一个最厉害的建筑高手。对，待会呢要稳，稳比快还重要，好吗？准备好了没？好，挑战101，请倒数。3, 2, 1, go！ 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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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OK， 恭喜我们的蓝队获胜。我们来看看蓝队最后一个国家想去哪里？你们想去哪个国家？韩国。好热。